猫鸟，诶。咦？那不骚你哦？喂？没有啊，是跟有时候会有人问呢、啊，开到几点？能说开到电脑受不了为止。其实这个手把有的怪怪的原因是，它有时候会像这样子，我明明手放开了。那时候温阳给我这一把，这个帮我买这个手把的时候，我就跟他回报这个状况。你看他自己动，然后有时候都要这样子，一直转转转转转。大家早上好啊！クエストリストはこちらです。ご分を。用餐。没有猫的配偶数。好吧。房间很热吗？现在31度，现在室外26度，啊，室内31度，不是室内啊，电脑桌目前的温度31，对，所以你想一下，你昨天说直接跟我结婚的话，你要想一下，欸，哎。啊，可以出去住啦。我的房间真的不通风啊，有通风是太热了。我现在有开电风扇呢，有把外面的空气抽进来之类的。结婚搬家，一定要搬的啊，怎么舍得让你们，对不对？怎么舍得看你那么痛苦？他讲的好像会结婚一样，白痴。到了，就是他。白痴蚊子。白痴蚊子。猫，猫，猫救我！狗也可以。猫真有病欸，不拍我，要地上放那个东西。
感谢 K 哦。啊，你到底是做什么东西啊？老早在音乐台说什么钱，他也是说那个啊，钱很难赚还是什么的啊，是吗？然后你又说什么又赚了350块？狗嘞，輝きを取り戻して。没有啊，他没说要骂他，我干嘛骂他？对不对？你是为什么乱骂人？讲的我好像真的很爱骂人一样。嗨，夏西，今天不来阿嬷啦。对啊，你看没事干嘛一直骂人，很可怜呢、欸。给我钱还被骂。一桥西，卷虎龙来啦，快逃啊！不用下来，你无业游民，那你好好存钱啊，存钱啊，存钱啊。小雨在玩魔物猎人了，钱给我存好，男人。
三四。啊！哎呦！喝水，喝水，喝水，喝水。なしだよ。早上好 ，Hello Hello。それ。好玩。もらいます。我没补血。蛋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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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猫安安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啊，看个聊天室，没事没事，我的问题，我太弱了。油断しちゃったな。哎，狗嘞？没有，我很懒，我很懒。我看网络上说开局的新手开局推荐，然后没看到片手剑，哎，没事啊。也是啦，然后逃课神器是拿远程，哇哇哇！言わないで。
猫，我要死了哎、欸，猫。哇哇，太嚣张了！这个人，这个人，这个人。哦，我捞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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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！気をつけて。嘿嘿，打断手说，打脚，打腿，打腿，打尾巴，打尾巴。哇！終了。哎呀，摸一下尾巴就死了。我的猫就跟它的 ID 一样，很无辜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这是我的狗，狗的 ID。好，我的猫嘞，我猫这个。那时候看到哈基看到这个，以为是猪在睡觉，然后靠近拿相机一直看看看半天，哦，原来是尸体。みんなやったよ。喝水，喝水。破坏不会奖励，破头破手。而且我一直拿错武器，我是因为造型好看才拿扇子啊。他们怕水也不知道。我讲没有讲。受付いたします。それではまた。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。お気をつけて。哎、欸欸，不对不对，
ごきげんよう。どのクエストになさいますか？我后面都看起来很凶啊！我真的行吗？雨恋，我真的行吗？算了，我这个人怎么那么烦？小月安安，啊，先换武器，装备管理，分辨装备。价位还可以啊，我还没换装备啊。你拿什么武器，我拿什么武器，没有啦，我知道我可以，好吗？干一下而已。不然先换装啊，我想先去上位的地图挖矿、欸。用盘。回来很简单，好啦，很简单，出发。也是啊，现在才下位而已。欸，他有没有像世界一样那个调查任务啊？就是我们不是可以跟那个吗？火箭队接任务，然后可以有那个金色奖励、银色奖励那个东西。有吗？有这个有这回事吗？有类似救支线，就是一直要就常驻的那些任务吗？没有这回事，好吧。在想哦，好吧，又是电视，耶，营地营地，看一下哦，看下去是不是？喂，这啥？上升器。下面，もらっていきます。行きます。行きましょう。行きます。あ！
靠腰啊！哎呀呀呀呀！对不起，一直骂脏话，我很抱歉。哎，早安！封面图好可爱，随便拍，随便弄。啊，他吃到那个虫了，他吃到虫了。下架。切れ味を戻さないとね。那个萤幕蟹是干嘛的啊？萤幕，那个萤幕蟹是干嘛的？给龙用的吧。哦，好，我懂了。喂，去你的！哇！怎么快死了？我也都没在用啊！哎呦！
啊，直接有这一招。哎呀，好早，晒屁股了。完了，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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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最喜欢这个时间点的，有陪教主一起上班。哎呀，不要，我要回到舒适小圈圈。啊！我的舒适小圈圈。
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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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逼我出面对社会。等下，我的右手腕好痛哦！姿势错误，我的右手腕超痛。哦，傀儡蜘蛛，你啦！哟，他很火、哦。有诶，笑呀！这里一歩前进，もらっていきます。行くよ。よし。是啊，我怎么放到臭鼬了啦？上了快一个礼拜的班，快虚脱了啊！我之前我连续上了26天，因为我是排早上休，然后早上休下午上班，就店长说我排错了，我应该要排晚下午休早上上班。我那阵子也快虚脱了，那时候得了带状疱疹啊，对啊。上完之后都要带中疱疹，然后结果还不能请病假，他只是把我的假排到往前排，我就换变成一个连休，就是我连续休了4天，而且不是病假哦，是算我排休的那个电吧。日々鍛錬。
有人想跟我聊天。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。それではまた。おや、こんにちは。龙吟兽。お天気ですね。龙吟兽几现在小？看一下。またのお越しを。我是龙吟兽。猎人心得。什么啊？龙吟兽。絶好の狩猟日和ですね。どのクエストに挑まれますか？ホムラの加護がありますように。火山洞窟里面长条的，好。嗨，好久不见。哭哟！もらいます。所以就不用客气跳下岩浆就对了，吗？不对，出去了。这只吗？这是怎么叫它水兽吧？水生兽。白痴哦，这边那么多水。龙眼，龙眼。这里吧，行きます。十三、十四区。哦，所以在外面哦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区，好。干这特产品真的很鸡掰，骗人！奥尼啊，嗨，大大，干！我真的是很不会拍照，哎，拍什么闭眼照？看哦。看，欸，眼睛闭起来不算里面呢，天哪！
事に使うね。もらっていくね。欸，真的不用喝冷饮，很棒。もらっていくね。矿，有矿。完全 miss。你们谁知道一部动漫超值财宝？不过不是近没超值财宝啊？我看一下哦。よしよし、うまくやれた。よしよし。好，喝水。打完一场，喝水。おや、こんにちは。またお立ち寄りくださいませ。哎，我问一下哦，如果我现在走出去这边，是算上位的还是下位的？
我出去探索是上位还下位的东西？还是我要这样子过去？完成任务，我知道，我只是按住 A 键而已。是下位哦，好吧。那怎样不去探索才会是上位的？还是不会有上位？不可能啊，这样子怎么挖矿？我说要来这边是不是？哦，白痴，我看错了，哦，这里有，哦，有，谢谢，我看到了。我去试试看自己有多少斤两。来只青熊兽把我劝退。欸，左下地图怎么瞬间变大啊？我今天好像玩到不小心变大过。一万安安，有没有吃早餐？真心推荐火山蛙，路线很舒服啊！你是有看到我有火山哦、喔，我是有火山哦、喔。啊，黑月，我是有火山可以挖，是不是？我来稍微看一下，为什么黑黑的啊？哦，猫，然后画面下面黑黑的。流浪安安。其实我对这张地图的框在哪完全不知道哎、欸。开地图看，好看。你说按这个哦。可是开小地，你看地图这样就没了啊，所以我才问说要怎么开大地图、啊。矿区在五区，那我要怎么开右下左下角的地图让它变大、啊？哦，可以这样子哦。
你是要切换大小地图，对啊，就地图放大就可以看到矿物在哪了吗？就左下角那个啊，我让它就是可以放大。我一直打开看你。健康错，没啊，这个矿点在哪 ？L R， 你说利亚吗？没有，防御不是。瞄准不是，哦哦哦，有欸有欸有欸，谢谢。好欸，回家回家。哎呦，またどうぞ。集会所へようこそ。どのクエストになさいますか？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せ。要被虐了，要被虐了！这是龙会飞。用餐，请君之福。
可是如果要做这个的话，哎、欸，怎么没有烧鸟隐身呢、啊？我是没有打烧鸟，是不是？我记得烧鸟以前在世界烧鸟不是很英霸吗？你妈！才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ね。八字早。你先挂台，好的。哎呦，有时候耳机键好烦哦。噔噔。頑張っていこう。吧。啊！会不会等一下？一直玩手里剑吗？
飞不进去啊，硬邦邦的、啊。哎呦！大哥不要！不对，不对，是我。大哥。哎呦！能不能找实力跟你一样的？啊。不要啦！哦，我们走啊！怎么下去？这里？干不对，歪了欸。你们好在说废话，你没看到他想杀了我欸。先拿他再说，先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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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管。去哪？你说像夏天的水沟盖吗？怎么会烫呢？难道你有躺过吗？阿旺安安，起来那么早？对啊，啊你昨天怎么最后没有玩？还是因为他们离不开？我想说，就无聊，先把他们主线以外的都先截一截啊。Switch 还是 Steam PC 啊？就是 Steam 啊。对不起，猎龙的时候可能会没看到聊天。
谢谢猫，谢谢你，不愧我平时没有白养你。天哪，猫啊！你觉得蛮像棺材。猫，我对不起你。你要飞去哪里？欸，跑去找狗狗玩欸。欸，狗。能把尾巴打断就打断，我很尽量了，你知道它多高吗？你看到它晕的时候都往尾巴打吗？欸，我第一次看到争夺地盘欸，好可怜，好可怜哦。
吉娃娃，凶他！吉娃娃，来，我来组成头部。 好烫，地板好烫。 你刚刚说差距好大是什么？足狗龙跟他的差距，还是我跟他们的差距？耶，18！如果有降虫机，真的比较好段位啊，不然他那么高，牙签是戳哪里啊？耶，剪剪剪。 啦啦啦啦啦！都市小圈圈。挖矿！我记得这里有矿。挖矿！这长好了，长好了，长好了。拜托，这款炉最大，猎人最大，那个魔物有点上，哪里大？ 哪里大？掠夺到的道具，哇！我跟你讲，他再掠夺一次，我出门就带猫猫不带狗了。 然后他们就在前面猎，我说等一下，我是带猫，我不是带狗，干嘛带猫不带狗？我说他会猎到逆鳞，可是下位的你，隐秘队归来。
可是下位的是逆鳞啊，啊上位叫宝玉不是吗？我没缺过，我没缺过鳞哎，缺什么缺过鳞？我那时候玩魔物世界也是很多东西没缺，因为我根本就没在做啊。所以那些素材都已经跌到999了，还要卖掉，那对我来说多痛苦嘛！我囤那么久了还要卖掉，辛辛苦苦囤那么多，结果他跟我讲说满了，塞不下了，只能卖掉了。上位私欲，哦，哦也好啦。我在讲什么？因为还是有时候装备衍生上去，不是还是要打前面的。分章内快速移到。刚刚看到鱼料，想到教主，你不帮猫狗换装备吗？什么换？因为他们换装备不是要鱼料吗？啊，鱼料怎么拿到啊？是要做过那个装备才能拿到鱼料，不是吗？欸，为什么没有？哦，取得鱼料。欸，画面卡啦。Excuse me。哦，做装备会给我那天听阿旺说什么做装备会给鱼料，我想说啊，还要做，像比如说我玩家要先做好那个什么泡芙蓉才会有鱼料，鱼料才能给那个猫做。奇怪咯，你在哪里？奇怪咯，怪。哎，我没有奇怪了。随从地队伍也会掉。哎，我随从是昨天才知道有的。哎，我们不是大前天开始玩，然后前天那时候还不知道，我昨天才知道随从队。好亏，好亏。为什么要奇怪了？欸，没有欸。白兔兽，你还没设定随从队伍，我就全部通通都拉那个啊，那个采集的。这样有比较好吗？富有弹性哦，该富有弹性。哦，这个哦，欸，为什么不能做？还是找他？不是啊，我怎么做？登场爱路没有欸，哦下位，白痴哦、喔，想说，喂，找到了。要两个啊？为什么？哦，对，也是啦，生产鱼料。
不是啊，不然我也想做那个啊，那个白兔兽，够追呢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昨天阿旺在看的时候，昨天有一个武器超大把，叫什么？啊，这个，这武器很帅啊！哎，刚好是棉的哎，要做一把，棉的还不错。阿旺打开了魔物猎人世界。狗狗啊我咧，他只是一只狗，不要逼他，他会被换掉。狗狗啊我咧，好哦，我要带什么？我攻击差这么多，你啊，还是你要咬骨头？你乖乖咬骨头好了。狗就好好当狗啊啊！你咬棒子好了。不是，我现在都准备上位了、啊、好啦，做一下啦，棉狗。好，一个护士，一个骑士，好不好？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。啊，一个马，一个睡。可以带双猫哦。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。哦，这么棒，那我要两只护士猫猫。好爽哦。所以就不骑狗了，这样子。我先找我喜欢的猫猫，我弄好了啊，就是黑白配色的啊。没吃饭，这边饭要怎么吃？进帐篷吃吗？欸，真的哦。阿翔虫跟骑狗速度差不多。哎呦，好像很拉哦，很拉风哦。
狗狗拜拜。那刚刚还说狗啊我嘞，我靠！我本来想说我狗应该后面也不会带了吧。哭啊！上面我是打什么？哦，雷狼龙。不得不说，鼠剑跟遥感的，还是我太久没玩了。我觉得闪避的过程有点奇妙。哎呦，吓死我！超超超超超！雷狼龙很小，我就一直觉得雷狼龙超小只的啊。那我问一下哦，那你们猫是选什么辅助的？攻击还是就没有，就选治疗？輝きを取り戻して。然后，我忘记带水了哎。来了，我来了。打完了，哎呀！完蛋，够了，等一下，回复跟鬼人敌吧。好，听不懂。
没有，我要喝东西，你不要闹，你不要闹。哎、欸，他怎么吸走这个？哎呦，好帅啊！丢脸！太高了，太高了，还是打不到。都市小圈圈，还会 breaking 吗？吧，麻了，啊，回家。哎哎哎哎哎！哎呦喂啊！他很气耶，我也很气耶。哇，食物取送黑带装备，我不知道放哪里，你又不能用。现在温度来到了33度，
算你跑得快。喊好醉哦。怎么输？殊途猛进！怎么？这都不要闹！打完了，隐形安安，敲嘴点，敲嘴，哎，哎。白痴，你去惹人家干嘛？低能狗，小笨狗都你啦。有都忘记可以向后翻滚了，哎，无敌翻滚，无敌飞扑，小笨狗快跑！邀小雨，不是啊，小雨不是在玩吗？等一下，首先先，小雨有说他要跟我玩吗？没有的话，那我邀他干嘛？小雨应该是刚开而已吧，因为昨天还在挑斯宾，我们在挑猫那个猫头鹰的那个斯宾。哎，那个熊猫朗朗，哎，帮我 ban 了他一下，黑糖帮我 ban 他一下。为什么要 ban 他？是因为他昨天在哈记台超没礼貌。奔三百哦，奔了，没事没事，感谢小鱼。
哇，世界没有的招式哎，有变有变。是欧弟七个，十二个月，也七个月。我看七个，十二个月。缩写，缩写，缩写，喵！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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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输了。刚刚上面的舒适小圈圈还不错，说。不是，我本来可以挡，我挡一挡，挡挡到后面发现耐力不够了。啊，好啦，回来敲矿。去你的！都跑的差不多，我总觉得跑起来。都比较快。为什么他浅眠哦？这么睡？好赞，好赞！哇，会争夺两次的吗？干我屁事哦！争夺完了，换我是不是？我把撞你，撞死你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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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！哎，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！姜子肉肉没拿，拿什么肉？你是说应急药、应急肉吗？我觉得那没差就没拿了。
还是肉肉给狗吃的？没有吧，没有这设定吧？人都吃不饱了，还给狗吃？おびき寄せて。补充耐力条，不是啦，我用盾牌挡的时候啊，会扣耐力条啊，我是扣到最后耐力条已经没快没了，挡不住了。贴我猫猫配置，你贴在哪里？实况区吗？你的猫猫配置，你贴哪里啊？A general， 没有啊？哎，你贴哪里啊？噔噔噔噔噔噔噔。ご用件をどうぞ。どのクエストになさいますか？聊天室啦，上面，有点上面了。哦，你说这边哦？有点上面。我是一只战斗猫。全体真功，什么叫真功？什么叫全体？一只回复猫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去一下看一下。那我要怎么选？お供雇用窓口へようこそ。どんなお供がいいの？指定条件。这个嘛，资源类型，对吧？一个战斗，一个治疗嘛。看，脚痛。一种先天，一种自己点，怎么用？会在这边吗？哇，怎么等级都这么高了？我也好贵哦。哦，这只也不是欸，都要换掉了啊。没有，眼睛太小，好像不太喜欢。随从爱路，分辨条件。先看我有的。お話できて楽しかったよ。怎么看呀？解雇。こんにちは。你说像这样子吗？啊！就这个吗？挑装备资源行动这种东西吗？哎呦，那有治疗果，回复。
护士冒进，所以我护士不用动。然后，哦，所以再从这边选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所以它也很像哎、欸，闪光弹之计，吸引环境生物。哦，是这样子挑的哦。哦，那我想带一只掠夺猫猫。所以回复的话，一定会有那个吗？一定会有笛，一定是笛子吗？技能可以再做调整，怎么调？哎、欸，我要怎么？哦，我去问，哎、欸，问这个吗？哦，随从技能。哦哦哦哦！那这边是笛子吗？麻痹无效，体力增强。哦。你看，通通都是掠夺猫猫。自我回复数。哎、欸，那问一下哦、喔，为什么像这个是全部蓝色的啊？这个有红色的，是意思是输出类的吗？好像是哎、欸，强化攻击类的。哦，看懂了，看懂了。他、啊、记忆技能记忆是什么？是这一次战斗的时候会使用的技能吗？啊，可以随时改，对不对？是。一次学两个啊啊啊啊啊啊！鬼火无效之术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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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狗，你会什么？啊，这只吉娃娃会帮我放 KO 数哦。哎，好好玩哦！我刚正要说明，可是客人阻止了我。你要说明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，男人？哦，是他的晕眩值变高哦。哦。哎，那再问个东西。那，呀，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哟，所以他不会吹这个音色给我，这个意思吗？那我要你何用？好啦，有用啦，对不起。那就帮客人说明吧。啊、哦。
这只是吉娃娃吗？它叫声是吉娃娃啊？对耶，如果我要复用的话，どんなお供がいいの？啊，我就这个了。吉娃娃叫声，不是，是，嗯，资源还是纯音色？运命的お供と出会えるか？没有，我的这只狗叫声跟吉娃娃一样，所以那时候是我们那时候四个人在玩，然后是阿旺听到说怎么有一只吉娃娃的叫声，我就在找说是谁，因为我那时候自己玩都没发现。然后才发现说靠腰是我的，不用破，这是玩家的随从对不对？这个咪咪一直出现在这哎，哎，这只是不是很棒啊？体力、攻击、防御，哎、欸，这只你们会要吗？感觉它好棒哦！那、攻击大，体力大，哦，固定技能的哦。哦，好吧，那你会要啊？那你 HTT 你会要这一只吗？还是反正他不会走，就摆在这边就好。一个普普，那怎样才会算好啊？哎。难道我的好跟你们的好是不一样的吗？还差这个大大大，彗星大，体力大，攻击大。我不带猫的，狗太方便了啊！可是这边有两个是带猫的、欸。改带猫不带狗的，我爽就好。不是啊，这样我很难过哎、欸，我会很难熬哎、欸。你都看行动资源。没事，我上位再来看。我上位估计是明天的事。クエストリストはこちらです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音速小子的哦，我的类比又坏掉了，还是他已经固定看他的脸？好吧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我还有一半。ホムラの加護がありますよ。
欸，好像有点热了欸，我可能要休息了。现在室外温度来到了27度，室内温度来到了34度。34度。不是啊。欸，可是放这个快捷真的有点慢呢。这么热，我还穿着衣服吗？我穿啊。你想干嘛？太热了，我快搬出来。哎。没事没事，请问承受的极限温度是几度？你说我当时吗？42，但是我今年我的电脑我不知道，因为之前电脑处理速度没有很好，所以它散热的比较这样子讲 ，power 比较少。那这一次电脑我是怕它就是处理效能高，散热的也要比较没法散热。欸，这只怎么那么大只啊？它黑角龙哦。我在抓痒啊，白痴。是小圈圈。太高了，太高了，低头一点。我的转圈圈是滑翔技吗？你说甩东西出来甩的吗？是啊，欸，听说可以改欸。
游戏设定。我要回去哦。我想说可以改颜色，我想说想试试看可以改什么颜色，怎么改怎么改，等下回去教我。白痴，按错了啦哦！干！哎呦！他就下来了。养宠技能没有说改颜色啊，听说可以改。还我水！百龙武器换色，不是是翔虫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换，因为我在我今天爬文的时候看到说可以换，等一下哦，要死要死了。臭鱼，哎呦，哎，妈烂鱼。看一下哦，咪得咪得。这是四角吧？
我看一下，我今天是爬文爬到什么去了？记录，玩家透过显示，玩家透过显示在哪里？啊，透明显示哦。选一个喜欢的颜色。哎，不是这个啊，啊，到。哦，白痴啊，看错了啦。他是说打击效果显示啦。没事，误会，误会一场。看错了，看错了，记错了，没事没事。哦，因为武器也可以换色哦。哦。哪里啦？
这往哪走啊？等一下啊、哦，这里。好像不是欸，我去哪里了？不是在往上啊？哎呦，走哪啊？这里啊？还是他根本就在上面，欸、真的哎、欸！这么多，我要打。剥皮，剥皮。大事に使うね。もらっていくね。行くよ。切れ味を戻さないとね。痛耶、欸
最后的机会了。哎呦，一发一发一发！さすがは私のお供ね。明明就碰到脚了，他骗我。またどうぞ。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。受注可能なクエストはこちらです。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あ。哪个啊？我看到了。还是那集会所的任务比较难打、啊。我觉得，干什么睡着了？
輝きを取り戻して。没有倒虫了，没有虫虫了吗？好吧。哎呀，怎么那么难碰啊？
为什么打防御都按到收盾呐、啊？
还好啦，那还好，还行啊，十五分钟。你太专心打，就是没有讲话，然后手又好痛。你在聊什么？有信寄过去了就接收。好的，晚点接收，不会是什么？嗯。よしよし。みんな、やったよ。完了，猫的脸看不见，这头盔不行啊。这头盔不行呀、啊，快去休息，已经很热了吧？34度，还行啊。交易船收获箱已满。哎，我不用跑这么远哦，我直接在那个就好了啊。交易は感觉身上可以带陷阱了哎。好带。该换双猫了。你认真。管理装备。从清单中调和啊，等一下哦。哎，我要怎么让隔壁那个打勾啊？采集调和打勾，算那个比较好。在哪啦？哟，在哪里？在哪里见到你？等一下哦，地动线，然后登录。按 Y 哦，哦好，没有啊，骗我，不选单。哦，这样子啦，哦，懂了。you
会場へようこそ。どのクエストになさいますか？哇，大连续狩猎，是斗技场耶。这我怎么有办法打啊？哦，可以，我一定可以，我一定行。苹果，相信我一定行。さて、啊，这游戏就没兔子啊？有啦，只能挨打。天哪！哎 ，Switch 有兔耳了没啊？よろしくね。够棒的东西怎么会没有出？哦，免费的。现在是要把任务清掉，对啊。春刃有一只斗鸡，三只，一只爆炸，什么爆炸？那怎么会有雷狼龙？我现在主要是热就算了，我现在是眼睛好像有那种很湿润的眼屎，懂吗？那种湿湿润润的眼屎，让我眼睛有点张不开。
冷静に。死了，没抓啊！完了。もらっていくね。いい調子。それ。砥石の出番だね。休息，晚上好，我等一下真的也要休息了。对，等一下。有没有吵？有没有吵？没有，看到了。能断尾吗？不行，对不对？快笑一点，快洗哦，好，哦，会断就好。哎呀，我怎么看到彩虹？成为一道彩虹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每次要看辛普森家庭都忘记，因为想要学那个河马的声音。成为一道彩虹。那时候就是什么？
再靠近一点点，我就落三点，就是从河马的嘴巴听到的啊。靠近一点点，我就弄三点。真的啦，他说从他口中听到这首歌的。哦，干这泥巴有毒啊！这个泥巴有毒，这泥巴有毒啊！忘记了。啊！对呀，姿势不错。对。千年二元安。被炸飞，被猴飞，哎呦！
到底为什么是从后面来？没拍照。我记得有拍吧。那时候在跟阿旺抓的时候有拍，不然下次啊，等下再来拍。都不说了，休息去。晚安，晚安。打你尾巴！打你尾巴！打你尾巴！会死对不对？他的那颗是弱点，他的那颗也是我的弱点啊！我还记得有人被他锤死不是吗？我忘记是谁，哈记吗？好多、哦。
受注可能なクエストはこちらです。守护兔兔团子的生命之卷。然后我知道这龙的人是水龙，就不意外了。啊？然后我知道这龙的人是水龙，什么意思？モンスターの絵は五国様の直筆です。啊。お上手ですよね。私も見習って絵の練習。我去试试看这个，我想要新的那一招。会不会死嘞？会不会死嘞？蓝鸟教我。不会。呀！滑到，滑到，滑到！
哦，你们是讲另外一只龙哦？哦。来吧，苏氏小瓜。这个是马里奥的那个火焰花吧？干嘛？还没补哦。なしだよ。終了、本能全開。
哼，等一下，白痴哦、喔！我刚看到一个朋友上线啊。油断しちゃったな。啊！我他很久没开魔物猎人了，就他还在玩世界。我在想说，要不要送他一个乱世。那时候世界玩超级久，然后就是想说 Rise 已经等于今年上，结果看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开过，然后想说他上了然后再看他的时候啊死了。哭啊哭啊，黏狗龙咬他。不小心分心的一部分，算啦，哎呀，刚想说闪鸟打的都还蛮顺的，眼睛瞟一下就是。鸟鸟，我来。好萤火虫，还是因为刚刚那些鱼的 buff 都没了啊。他这时候跳出可以捕捉就可以抓了吗？是吗？魔物看起来他说可以抓了就可以抓了吗？罠の準備できてるよ。この木を残
谢谢。低于20%捕获几率最高，还有捕获失败的哦，真的假的？没有，干你在跟我讲宝可梦哦，妈我扁你哦！ご用件をどうぞ。それではまた。不要跟我聊天呐、啊，快来教我。哎、欸，我完成了啊！怎么没有跟我说可以用了？还是直接去换就好了。是滑翔伞公车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我知道右上角有蓝色的、啊，可是刚刚猫咪有跳提示，我想说怕又打过瘾，打太过瘾打到它死掉。想说来打一只试试看，可是剩下两。剩下都是这么多的哎、欸，ホムラの加護がありますように。来欺负他一下。我来了，记得我吗？啊，白痴哦，忘记了啊！我已经习惯。
他判定时间还蛮长的哎。点个冲。私の出番だね。順調。依頼達成ね。研ぎ澄まします。
怪不是打下位的吗？怎么打那么久？好啦，感谢各位收看啦，要去休息了。啊，谢谢大家，该睡了。玩消暑没有，应该先躺一下吧，睡个午觉，晚上继续玩。好啦，大家晚安，感谢感谢。哇，等一下，好多东西。聊天，好聊天。工会卷，然后隐秘队，隐秘队，不是不是不是这里，哎呦，踩满呢。你好想睡，走啊，睡觉，铁门拉下来。聊天隐秘队啊，抽奖抽奖。看，如果抽中大奖的话，得到地洞陷阱哦。没有，连中奖都没有。算了算了算了。啊，最后一个事情是，这里点完鸟东西，点完鸟巢东西就关咯。哎喂哎喂哎喂啊。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阿长，我要去睡觉了，我要睡午觉了，好热哦。阿长晚安，阿长阿长，拜拜。怎么了？你今天休假吗？没关系，我可以多陪你聊一下。所以小雨有开吗？我没看到他开台。伊罗雅有开，生日前不带，快生日了、喔。
啊，关了，太快了吧！我开台，他才开；他关台，我才关。天哪，这是什么仆人在做的生活？